Hello， 各位明朝杂志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。我现在呢要来挑战400次咖啡，而且一边玩快问快答。这边现在是有1:1的即溶咖啡和糖和热水，预备，开，十。薛士林，因为毕竟我也只跟他，其实我本来是比较喜欢李明顺大哥啊，但是因为没有机会对到戏，所以就只能回答薛士林。那如果要从做工的人里面选出一位拍爱情剧的话，你会想要找谁？选出一位拍爱情剧啊，李明顺大哥，因为大家我就是比较喜欢年纪大一点。昨天晚餐是什么？日本料理。最喜欢对对对，日本料理。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荧光色。假日最爱去哪里逛街？假日最爱去哪里逛街？不逛街。最喜欢吃什么甜点？舒芙蕾。最想成为遇到好主人的狗，不用烦恼什么吃喝拉撒睡干嘛的，反正就是在家，然后回去给主人摸摸，最棒了。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：手机、钱包。钥匙。想要跟谁一起漂流荒岛？我能回答别人吗？就只能回答王子娇啊。很小的还 OK 吗？我手超酸的，但是你知道我好胜心很强，我一定要成功啊！等一下，到底怎样才算成功啊？要有浓稠感。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第一件事滑手机。觉得自己全身上下哪里最近？没有不性感的地方吧，很小声的讲。好啦，锁骨，我喜欢自己的锁骨。如果待在家里一整天的话，会做什么？画画。最近最想买的时尚单品？军靴。最近热爱什么运动？健身环。最近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？哇，我超久没生气耶，我想不起来我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了。最近最想挑战的一件事？赶快回答完这个问题。有时候爆肝。对。后做过最贴心的事？可能最近那个黄先生的那个肩颈很不舒服，然后我最近每天都会花时间，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都一定要帮他去那个调整他的脖子的肌肉，比较有像夫妻的感觉。那请爆料老公的一个秘密。他有什么秘密？他昨天录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。就下面裤子爆开，内裤露出来，真的。说出老公最有魅力的瞬间。不要讲话。想和哪位男神一起拍戏？很多哎，外国的演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Cooper 最想跟他合作，如果此生有机会的话。我觉得我脚的很好哎。不错哎，有哎，我觉得你成功。而且你知道我现在手在发抖。我对李敏镐没 feel。 哎呀，我这样会伤害到人？没有啦，我就是比较喜欢那个西洋的脸孔这样。那我跟许光汉？我跟光汉高中就认识了，所以就比较没感觉，比较像朋友。那我是木村拓哉呢？拓哉，拓哉好像很熟，他不错哎，对，他不错。那他跟朴叙俊呢？啊，是那个。啊，好吧，朴叙俊。啊，等一下，拓哉，还换。那拓哉跟娇哥呢？王子娇扮拓哉，你知道他有扮过吗？你们可以后置那个图案上来。那如果三下智久呢？我身为一个人妻，好在那边犹豫，这样对吗？好啦，就娇哥了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在那个牛奶上。好，成功嘞！我觉得我做超棒的，你们看我用的有多丑。我做的好棒哦，我的拿手菜真的是这个。但是一天只能做一杯，手太酸了。我可以喝喝看吗？还好。哎，好累哦。等一下，今天帮我预约去那个推拿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